我们在威斯勒的外海出海口，然后这边的话呢，可以看到那个，这是那个 Wildes， 对，应该叫 Wildes 的那个，就是最著名的一个景观，就是这种云彩的景观。今天呢特别好，天气真好，然后呢太阳出来了，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呢拍摄一下，可以看到都是层层叠叠的山川。雪山、低云、森林、大海，就没有看动物。待会儿可以看到是不是有虎鲸什么的出来。噼里啪啦，这边的瀑布都有几百米。